羊头切好了，赶紧吃吧。妈一直吃边，我刚吃过了，你吃吧。妈先去上班了。妈对我太好了，每次都把最好的留给我，自己却舍不得吃，总是偷偷吃不好的。不行，我要给妈做点好吃的，给她个惊喜。妈，你回来了，快看我给你做了什么。哇，我最爱吃的冰点草莓，这是你做的吗？对啊，平时都是你给我做好吃的，今天就换我来给你做。小芬，谢谢你。妈，快点尝尝。好。妈，味道怎么样？都甜到妈妈心里面了。来，小芬也一起吃。